中心街头换西灯来加几次，这是呼应着九月十号世界自杀的防治日，和十月十号世界精神卫生日。各级政府的卫生局在九月份和十月份期间，扩大办理心理健康系列活动，即刻邀请知名心理的专家海台雄担任第一场讲座的贵宾，和这种头型体进行对谈。嘉义市卫生局为响应世界自杀防治日以及心理健康日，今年扩大办理心理健康系列活动。以青少年族群为主体，设计丰富多元的活动，鼓励青少年以及处理的人共同参与，希望在活动中进行自我探索以及增进亲子情感，创造幸福感。在国内拥有广大粉丝的心理专家海台雄，在首场讲座，市长涂先铁接受心理状况提问，在场所有人嘛看甲哈哈大笑。海台雄现场提供涂市长建议，遇到状况时的应对小办法。涂先铁建议市民朋友应重视心理健康。在大家共同努力之下，自家就能拥抱自我心幸福，牵手让嘉义市成为一个心健康、心幸福的健康城市。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关照自己的内心，那关照我们周边的朋友，让我们的心理都能够健康快乐。啊，我们也知道，这个世界上哈，不如意之事十常八九。所以这个时候请大家多多来关心我们这个月，当成心理健康月的话，也有非常非常多的专业人士可以来帮助你的忙。如果你知道有人需要帮忙，或是你自己需要帮忙，也不要客气，不能想说我没去笑才去看心理医师或心理学家，这需要帮忙的时候就需要勇敢地站出来，不要闷在心里。那我们希望说我们在家这个让我们心理健康这个活动能够让你的心情更好，让你的心理更健康，我们一起来营造一个我们心理健康的嘉义市。今年协助推动心理健康的网络单位包括嘉义基督教病院、圣玛丽丁病院、阳明病院、台中荣总嘉义分院、嘉义病院、生命线、家护中心、职能治疗师工会、咨商心理师工会、临床心理师工会、心康复之友协会、社工师工会等单位，因拢运用专业技能来协助卫生局办理心理健康活动，深入社区照顾社区的民众。新闻新闻台的顺佳市采访报道。